接下来要走向红毯的是，让我们有请到范逸臣、黄焕龙。哎，他们俩今天这个装扮有一点，有一点风格男风格，有一点给力，有点这个挑衅的意思啊。欢迎欢迎两位，欢迎欢迎。先跟媒体拍照，媒体拍照，来左边的媒体朋友。这边中间。来正前方。看一下右边的媒体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两位。好，谢谢两位。对，好好，谢谢，请签名。接下来，哦，这一对呢，是我们演艺圈的模范，没错，让我们掌声，对，掌声有请黄磊、孙俪。黄磊老师牵着自己的妻子走的帅气，好紧啊，太滑了，对不对？小心，小心，小心。来来来，欢迎孙俪跟黄磊。来来来，先让我们的美女拍照。对，应媒体要求，你们拥个抱吧，拥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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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好幸福啊！在一起。黄磊老师跟这个孙老师最近在忙些什么？我在拍一个男人帮，他在家看孩子。是这个孙俪老师在看孩子啊。所以呢，今天二位呢能够非常荣幸邀请到两位，那2011年呢有什么样新年的祝福要送给我们全球的同学网友吗？孙老师叫啥？叫什么来着？啊，全球的同学网友，新的一年能够健康快乐，每天都开心。好的，谢谢二位，谢谢，我们到签名板上签字，谢谢。请来的嘉宾也是我们腾讯网以及星光大典的老朋友了，有请翁虹姐。热衷于慈善事业，极具爱心的时尚辣妈，同时她也是我们这个腾讯的明星微博达人了。所以呢，在小心小心，我特别想过去，我去把她牵过来，我们去接驾。出场相当之惊艳，来过点，过点，过点啊，过点，有座位过点，别在这挤了。今天是实至名归的红姐，没错，一身红，对不对？红姐去年也是一身红，没错，前年也是一身红，是的。红姐，右边，右边，右边。来，不急不急，没事，有机会，转个身跟你的粉丝们打个招呼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左边，来，那个温红姐往后一点点，小心。好的，冒号了，来，中间，右边，看成前方，还有左边。好，来，当明星不容易，这是第几次走上我们的这个星光大典，来当我们的嘉宾啊，走红毯，我记得已经是第三次了。反正你们办了多久，我就应该有来几次。腾讯老朋友。对啊，腾讯老朋友，我就刚才就是发一个网名，然后我的博客就接近2亿了。哇，2亿用户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就是每差不多。每两个腾讯网的网民就有一个是微博粉丝，所以今天红姐要在现场好好的发微博直播一下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我很努力在发。谢谢谢谢谢谢王红姐，谢谢王红姐，谢谢。哎，接下来这位全场都要欢呼了，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，就让有请亚洲超人气偶像韩庚。这边的声音，这边。就登场了，歌名好好听，好久没
见，好久没见，好久。